老子不吃你这套！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？你太牛了！我今儿倒要看看你怎么杀我！他不在乎，你看见没有？且慢！咦，启禀刘大人，李丞相有书信。怎么回事啊？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难道说有什么困难？送信啊？什么信？旱魃肆虐，雨里未行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众官在斋戒之中，此时开杀戒，断不合时宜。刘伯温啊，杀不了我。时辰，回大人话，刚到午时。擂头鼓。是。哎，刘大人不惧天威，为民除害，这是大快人心呐！非也，天道即人道，此事上人就是逆天。哎，二位，你争什么呀？这杀人本身就是个热闹，知道吧？这法场就像是个庙会。哎，插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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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我！你敢？今儿是斋戒之日，你要是杀了我，那就是逆天。就算老天不杀你，还有皇上，还有李丞相。嘿，这小子可够厉害，这小子真够胆啊！不不，是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不是斋戒吗？砍头碗大哥妈，滴血落皇上，插一个，插一个，插一个！哎呦，灵活温呐，我就是喜欢看现在这个样子。一脸的想杀我，却又杀不了我。几时了？回大人，午时二刻。擂二鼓。是。吃饱了，讨债的不跟；喝醉了，回都不见。来吧，喝一口。怎么着？这感情是真要杀我了是吗？废话，这都已经擂二鼓了，除了瓦岗或梁山的兄弟来劫法场，我还真没见过谁能在这儿活着呢。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走。李丞相有信，哎呀，刀下留人！这怎么回事？我们看来杀不成了，杀不成了！危险，危险！哎呀，大人，信。先生，肯定杀不了。你们看看，没戏了吧？可能是今儿看不成了。看这意思呀，像杀呀！此事杀人，万万不可。老夫携一众官员在足，刘大人切不可一意孤行。大人可有回信？没有。酒。肉。呸！毛都没褪净，怎么吃啊？难道他真就……刘伯温，你想
想吓唬老子，老子不怕。李丞相早就说了，你杀不了老子。斩！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对着我说句话呀！刘大人，五时三刻，行刑！我怕了，怕了还不成吗？刘大人，我举报我爹吗？那个忠诚刘伯温，刘大人，就是他，我跟你服的软还不行吗？不是我，那是忽悠，让我。你看，你们看。这犯人软了吧？跪下！真要砍呐！人犯李斌，验明正身。要砍了！哎呦！好啊，砍得好！真是！哎呀！太好了！砍得好！砍得好！丞相。刘伯温胆敢杀人，我等已有对策。这是拟好的弹劾奏折，请丞相过目。人都死了，搞这套还有什么用？非也。老师，学生有一句话，老师可能不爱听。李公子行为不检点，早晚要出事。况且，又被刘伯温拿到了把柄，就是皇上这一关，老师也不好过呀。既然刘伯温发了疯，要不管不顾的杀人，那不如……反正人终有一死，但求死得其所。你说什么？老师，忠言逆耳，既无力回天，就应丢卒保车。如果能用李公子的死扳倒他刘伯温，那不也算是给李公子报仇雪恨了吗？有多少人联署？大小官员40余人，剩下的学生正在游说。三日已到，刘伯温说杀李冰后必然有雨，恳请皇上定夺。刘伯温，雨呢？皇上，臣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皇恩浩荡以应天意，上天必降祥瑞，臣许三日未满时辰。如不下雨，你就是欺君。如不下雨，臣愿领欺君之罪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怕是你刘伯温这次要马失前蹄了。朕不管谁是谁非，朕要的是雨。雨，皇上，臣以为如果刘伯温不在斋戒期间逆天杀生，皇上，臣以为现在只能祭天求雨，与灵山、河伯、君臣、百姓共忧，方能治感天地。所以，臣在祭天之后方杀李斌，以缓解天怒，协调阴阳。别再提杀李斌的事，雨呢？臣在近期日夜观测天文，几日之内天必降甘霖。哼，到底几日啊？你给朕退下。刘伯温，给朕退下，到殿外面跪着去。一时不下雨你就跪一时，一天不下雨你就跪一天。如果永远不下雨的话，你就给朕一直跪下去。天时一到，必降甘霖。你去给朕退下。下雨，朕只有开仓放粮了。
皇上英明，臣着户部商量一下逆出计划。那你快去吧，商量好了立刻来见朕。臣遵旨。启禀皇上，外面下雨了。啊，朕去看看。刘爱卿，快平身吧。刘大人。